六千個香港人上街支持我哋，我後來真係改變咗主意。後面嘅事我唔講啦。我知嘅係你啊，呢件事俾我好大感觸。香港人一直都唔會河水侵犯井水嘅，嗱呢一次就好明顯噶。一間小書店本來喺有言論自由出版嘅地方，一個香港嘅地方，呢個係法例保障嘅。佢竟然可以通過國家暴力想辦法去摧毀呢間書店，事實其實擺在眼前。我知道香港人不滿意的就是這一點，因為他很明顯想逐步收窄我們香港人的自由。我們其實想安居樂業在這裡，你看看李波，人雖然在香港，但他依然被背後操縱，因為他內地亦都有親人。我知道他講了很多違心的說話，但我很理解，我如果有能力我會幫他，我希望大家香港人都要幫他。李波現在雖然生在香港，但他缺少我們應該有的機遇，免於恐懼的自由他喪失了。我希望這一次的事件，將來我們要面對另外一些事的時候，香港人亦都要站出來，不是因為這件事完結就沒有。我知道大家都要穩定，譬如金鐘事件，我前前後後都錄了看過三四次。為什麼？我當然我關心，我同情的學生，學生其實為香港人做事。為什麼我日頭不去呢？我沒辦法去，我要開鋪，我都是要收工12點多來金鐘看。其實但多數香港人都是一樣，為了生計忙碌，很多時不會參與政治。為什麼呢？因為生命壓力太大，但他們的心中默默是關注著的。留下時間。